微博分享女儿把图卖得近照一家三口。七月合影，2月16日早上，他们在微博分享女儿把图卖得近照，并表示女儿考驾照路考一次过，还开心发文女神有本了。16岁的法图卖淡妆红一出镜，一出落亭亭玉立，网友赞其气质好。而母亲哈文对她也不吝赞赏，分享女儿考驾照的经历，写道：最难路考一次过，女神有本了。网友纷纷留言，希望她以后逢考必过，努力必然有好收获。厉害宝贝16周岁可以考驾照。